好了，兄弟们，这是一个109级的号，点了130级的武器，一把出来看一下。仙族的武器900的话，基本上就要达到百万了啊！如果900的话，就能达到百万了。它这个应该是过900了，但是它是专用，而且还是女啊。棒子的话是魔族加人啊，魔族加仙族双种，也就是法系的女麻木啊。仙族的凌波城武装他玩不了，花果山也可以，命中基本没咋爆。这把武器可能定位为法系，因为它伤害太高了，命中有点瞎了。命中130国标488，基本一点没爆，就爆了一剑，加进一个579，再减。等一下啊，来开始，咱们先把三段宝石抹掉，然后给它上512除以三加579，减去3824，出伤125，16段宝石是133.33，858，然后的话耐力二十七，我算一下，耐力二十七炼啊，熔炼160、39、150、37、140、30、130、33，能熔炼个6.33，个0.5加上一个18.81。这把武器最终的伤害呢是870啊，170109级的号上有一个877的专用无级别和840的非专用无级别，877还是选840。这把武器不仅是利普陀，刚才我说了花果山啊、林波城都能玩，840的非专用，877的专用，当然要打1到16段宝石。现在黑宝石和太阳石不是红玛瑙和太阳石的价格差不多了。法系用的话，我看一下，法系用的话是579，一个3824，出伤的话是550，555的话加耐力555，再138点，应该是。就是这把武器你可以直接对标藏宝阁840到850之间的非专用，直到这把武器加倍来吧。本来要和出其不意善恶的、出其不意力劈的直接鉴定军火了，老板要走捷径了。主播出品逆天的234蓝字专用来了，漂亮！弓箭出专用，他能不点吗？40万的武器，950的，了解一下。还有选牛了，五级别，十件就出五级别。刚才谁说老板是屌丝的？让老板抓紧把号下了。说老板不配干资源的，现在全体起立，向老板给我道歉。恭喜老板，微笑少年，上一秒还在大鬼小鬼，一回合打600血，下回合直接喜提无级别，470爆50点伤害，利敏双加357，强化打造，牛逼！专用是专用，无级别是无级别，专用是个垃圾啊！老板刚才还在抓鬼，现在直接往 4S 店走，你边走我告诉你去买什么车。现在我跟你讲，保底是个雅阁、天籁、凯美瑞、索巴、 K5、 迈锐宝啊，懂不懂？ B 级车保底了现在啊，因为他伤害直接爆了50， 488除以3加470，出伤的话是一把632啊，16段宝石乘以25的命中再除以3，加上133.33，765。哎呦我操，老板别着急， B 级车有点难，等一下啊。大众雪佛兰啊，丰田，先别着急往那个啊 B 级车上靠，好像有点草率了。双加的话这是23啊，再加上一个16啊，再乘以个零点，能熔炼一点啊，乘以个0.5，加上一个22.23。仙族的话788，完了，这把武器变成卡罗拉了。这把武器是一个788组的啊，然后成品的话差不多是10万。卡罗拉来看474、441、420，牛了，无级别470，利敏双加488，命中没跟上啊，420、516、488、441、420、436、420加逼中420 ，OK， 五把武器啊，有一个是509高伤，有一个是双加，好，直接点，不多逼逼，专用。也冲刺双加高伤永不磨损特技特效选择的余地逆天的双蓝字神器现世。来，除了第一次鉴定的有没有160专属的啊成就，穿刺雾爆封印选择的琴音三叠精青罗汉532 724最顶级的命中啊，有双加有伤害，485的原神拉了。我操，老板你起飞了，869出伤永不磨损，869出伤永不磨损，而且这把武器是仙族的，哇操，509的原神逆袭，649伤害，凝聚绝佳永不磨损，老板飞起来了，这个比昨天的无级别还值钱，这是仙族的武器，这把武器打完搬宝石可以打华山群雄啊，绝对起飞，绝对暴力，一天一个极品，连续第三天，第一天逆天的三蓝字，昨天无级别，今天869出伤的永不磨损啊，老板可以直接玩175级女花果山了啊。接着往下一个看，
下一个是534提摩，542提敏，504提敏啊。好，来咱们看一下这把武器，这把武器的话我们搜索一下咱们的出伤啊，整个藏宝阁有没有这么高初始伤害的限度，应该是一个都没有的。660除以一个3加上一个649，难以置信啊，难以用这个649除以一个509的原身爆了 1.275， 极限的爆率呢是 1.28， 你爆到了 1.27。 好，全服只有两个啊，全服只有两个，一个是摆21万加43敏，一个摆29万啊，这两个都是魔族加人族的。那咱们现在降低一下要求，咱们869遥遥领先，咱们现在要求一个840的仙族，别人总能达到吧。840的仙族，扇子能用仙啊，锤子能用仙，仙族能用仙，双拳能用仙，不管男女啊，双剑、鞭子、爪刺、魔棒、飘带啊，弓箭、法杖，还差一个类似于灯笼啊。好，看一下藏宝阁最低的价格啊，这个是一把啊，这个是一把灯笼啊，这个是一把灯笼啊，这把武器是842再加体质啊，这把武器的话摆的是51啊，51，845的法杖啊，845的法杖7万多，咱们的是869的出伤啊，咱们没有太多啊接近的，这个加体质的呢是比较接近的了，所以说这把武器我觉得啊，跟昨天那个无级别比，丝毫都不啊逊色，不负下风。843法术暴击几率的法杖摆69000啊，这个是862的这个。